又被 diss 港商塔，脸书神押韵抢包回应。快点滚回老家，讨你妈粪去吧！黑板你能搞吗？脑壳有问题吧？说的就是你张真源，张真源，张真源。事情都过了三个月，体外还在生气气呀、啊！中国游戏哈6月24日开播，就发生911实地体外被张真源当面表示，我觉得不行，让体外放话要 diss 他。听说你微博要 diss 我。哎，我没有写 diss 啊，我写的是效果。对，为了不帮游戏他制造话题，体外人的节目播完，9月14日发布新歌开枪啦。听了山歌，但是头点的厉害，不是山歌不好，是他妈走错了 T 台。山歌很配你张震岳，我期待一场真的战争，把你手指打断，问你妈该咋办？他说你不该去按灯，你自己也知道你唧唧歪歪，我不怕被淘汰。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不行。你的理由真的奇奇怪怪，觉得太普通，那不管操你还算兄弟本色股东。但张震岳也不是省油的灯啊，他在脸书显示针对编曲唱腔 flow 做一番评论，更屌的是最后一段，来续编支援 rap。耶、yeah, ，老师歌手字字如金，每一次创作都要珍惜，这首会不会成为金曲或沦为茶余饭后的话题 ，baby？ 咔咔咔咔，总之押韵呐。TY 金总又抛出第二首，继续 diss 连阿月的团员也扯进去。每次打过你当不累，当成罗妹，这几天唯有帮你升黑，不如改名姐妹本色。唱的锤子，你唱的流行，你今时今日也错认。张震岳怎么都不忍心，咋如此人过神？哦，对的，还有热狗，我对他尊重坚持，我是不敢回首。我的说唱来自玫瑰，他来自非洲。比我是比不了，比人我比得他们几滴才怪。哎，比作品比人比除了比太极，他们都违规。听你说过实话，越过真的有点坏，越过不光打字，还把外头当成挡箭牌。我再给你机会，帮我记着哈。